圣腿那脸超小的。对啊。嗯。说你的脸超小。我觉得像一个吃货。你说你吗？对呀。你来台湾有吃什么好吃的吗？我真的想吃。想吃什么？我想吃那个。想吃。我想吃阿给。阿给呀。在淡水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应该没有时间去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排很满。是的。你聊什么？什么样子？我在想，我不知道画什么样子。对啊，要画什么呢？随便画的。漂亮一点。好像要去种田，凹帽子。嗯，你喜欢看的漫画《小甜甜》啊？啊，我以前蛮喜欢看的。好像女生都喜欢，而且《小甜甜》还有一点男生的感觉，就性格对不对？所以很喜欢。其他也是，就是不屈不挠，不屈不挠，不屈不挠。所以从你喜欢的那些，就真的塑造你的这些内心世界。嗯，帽子会太大了。哎，他画超快的，好可爱。所以你平常如果有时候没上戏，除了在旁边看书，也会画画，对不对？小时候画的比较多，因为。我爸妈是学画画，我爸还有我爷爷以前都画画的，所以是小时候被他们威逼着学画画，威逼，后来就一直没画。他们是教画吗？还是不是就喜欢画？他们是专业学画画的哦，专门学画画，所以从小也要跟着画就对了。对啊，从小每天就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画画，每天做，没办法出去玩。对，所以以前好讨厌画画的。以前是讨厌画画，对。哎呀，我们对会喜欢画画的男生女生都好羡慕啊。嗯。前阵子还是跟我同事说我们要一起去学画呀。是啊。嗯。起飞在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。嗯。起飞的那个。起飞高着点，他们应该会不乐意吧。所以你后来主修也是艺术？对，后来学的是设计，因为那时候就想稍微不一样一点，因为比较叛逆。后来就主修了别的东西。后来就没有再学啊？主修就换了？没有，大学学的是那个。就是广告设计啊，嗯，其实头好大，要画大。你们待会其实可以在这附近逛一下，还有旁边的文创大楼有没有？我会去吗？你说成品吗？哦，时间很赶，成品啊，对啊。上次那个魏千祥跟毛玲玲来有没有？哎，我以前想要跑去两次。嗯，成品啊？在成品买个书，就在我们旁边啊。这个就是新的成品，走路几十步就到了。把那个不要送了。奸诈的感觉，你不觉得他笑起来就是邪坏坏的？对，邪邪的，好像要来骗女生。有魅力的同时，同时也贱贱。但这种男人最迷人的，他眼神还是有贱贱的感觉哦。你就趁他不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，趁他不在的时候说他坏话，但他回来了，听到了。
不在画你，而且他把你画的渐渐的，斜斜的，挺好看的。我说男的。哎呦，可不。写不下来了。继续去录音。继续重在录音。写不下来了。我要画一个。画。我要画一个，那他就不在了。你画，你这是在叫板吗？他就不再画了。海报没有，没有，他要他帮你补，他要别的颜色，不要影响到我帮你创作。对呀，剽窃作品。就是我自己圈里的。他们聪明的。真的很聪明，聪明也你也没有画，你就只有铅笔。这女的又变成他也有参与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给他修修头发。干嘛？不要加了。螃蟹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最近螃蟹很大闸蟹、啊、好吃。吃到头上去了。很有创意。好可爱、啊。怎么加了一个螃蟹、啊？好可爱、啊，你们。来来来，拿着。等一下。你看。哟。什么？你是小品子哎。好可爱呀、啊。那你们两个拿一个。你拿起来，他作品就会浪，什么好啊？拿起来，一起合照。我抓着，抓着。先看我这边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还有哪边？来，干嘛？我自己拍，他自己拍。来来来，这里，他发官博了。好，你们先看电脑好。好，这边拍张。眼神都不对，快点的。好，好，我这里也要。来，三。三二一，好，谢谢。我爸看到会揍我。那我们因为画的很久，他们怎么这样子做啊？很漂亮啊！其实我有全面就是去学院看的，嗯，对呀。你觉得他画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比我画的，把我画的没有那么的帅。你鼓个包子脸就这样画画，你会？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本来想说你画的非常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就更好。